身体好，大家坐好吗？好，谢谢主持人。大家请坐。谢谢主持人。但是站着比较好，站着可以看得见大家。主要这个眼镜啊都看不准，不过呢，时间久了我慢慢的可以看。今天呢，来给大家恭喜啊！谢谢。我们这个老师师母的慈悲，我们老千人的福气。我们陈千人呢，是三十七年的如一日，是才有今天。说大家是不是很高兴？是。说修道啊。不是一天的时间，是三十七年如一日，是才有今天这个道场，那么难得才可以呀、聚在一起。这天天师德呀，我们老千人的苦心，是老千人受了千辛万苦来领导我们大家，实在不容易。你们大家要明白，他老人家苦心为什么？为了我们大家的性命。去天天呢，去老年人也好，去年轻人也好，给我们讲道，成全我们，让我们大家心里头受了什么磨难啊，千万不要退志。这刚才梁先生也讲了，说希望大家各国去发展道路，也不辜负老千人一份苦心，也不辜负陈千人呢啊是个小姐。来到台湾三十七年，什么样的苦都受了，你们大家也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知道。说不容易拿出勇气的，他自己要有勇气。这个大家也知道。说一个小姐来到台湾闯这个样的道路，实在也不容易，是不是？是。说你们大家也领命的，也有讲师。那么各位，大家是不是要效法？要学我们陈先生这个精神，是不是？是。说精神是自己拿出来，不是前人催。前人不能一样个，没有人去催你们。办大法，诚心办，不是这个意思。诚心都要自己发，是不是？是。是不是自己发？是。说希望你们大家说乾坤二藏诚心要永久拿出勇气，千万不要再做。说那还不过他人家讲过，说如果我们自己要再做，心里头啊摇摇晃晃，是我们的诚心拿不出来，仙佛不会做我们。大家要了解，说每一个人都是仙佛，可是呢，说我们要明白事实，那我们就不能做仙佛了。大家要了解，说前人催我们是前人的责任，说我们的勇气还是得要我们自己拿出来，不能以前人天天催我们。说你们陈前人已经六十多岁了，对不对？对。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知道。说每一天带着病去成全人，说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说我跟成全人在一起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时间，到了时候他的苦心，那我都知道。他的勇气，因为现在没有成全人、两千人的这个智慧，说你们的智慧，说两千人张口就是死。说临时说叫他上台讲道，他到了时候了，哎，慌行了。那你们前道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智慧，你大家有没有？是啊，不是看不起你，就是说你们这个智慧啊还没有完全达到修道的这个智慧。是啊，这个智慧啊得要人人要有，要有什么智慧？要有啊度化众生、化世界为大同的智慧。说这一句话我常常的，为什么常常的？
说我们检察司现任说法的这个志愿，说我们老师死母也跟我们老先生的志愿一样，跨世界为大同。说问问我们大家有没有大同，我们大家有没有大同。说我们检察司有的时候都不喝，那你给我不喝，我给你不喝。说这些个事情，说这都是说我们呢修道的尊师。说我自己我知道，说你们能，说我本人我自己都有这个心，说我也希望你们大家也不要有这个心，不要有你不要有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佛的弟子，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心，说这是你这是我，对不对？大家说是不是？是。说我们应该大家要一致，都是老师师母的徒我们呢每一个人呢是化世界的人，可是化世界的人，对吧？我们自己想一想，有没有化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化自己？是吧？我自己我得有这个，我得有这个理想，是我们不容易化世界的人。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啊，把这些个事情做出来，叫人家大家去看戏。是我们第一。我们要尊师要重道，大家这一句话听得懂听不懂？如果你不容易尊师，你不容易重道，是你修道广阔可阔没有用，因为大家都是僵尸，都是顶上尸。说这一句话，那你们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要尊师要重道，是你要尊重亲人。说如果你亲人苦苦留言都夸你，说我们都西从的大陆来到台湾说不为道，为替老师死母，替老亲人操心费力，为什么？为了愿把父母都留在大陆来在台湾。这一句话我也唱给你们，说你们呀本省人看父母回家就可以看，那我们大陆人家想看看父母，看了一对头都看不见了，那你们本省人应该要替我们大陆人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是说希望你们大家能体谅你们亲亲人的苦心说他一个小姐来到台湾千辛万苦，上有亲人下有好事，说大概你们也知道，说你们做了领袖那你们就知道了，知道你们亲人的苦心，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你们不做领袖不知道，俗语讲得好，说养儿才知道帮娘们呢。我说的是俗话，说这个俗话呢，希望大家要做到。说养儿女呢，才知道我妈妈养我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当上点算师，当上讲师，讲师点算师都是一个道理。大家要了解，说当初我们亲人对我们的时候也是那么苦心，是不是这个样子？是。大家有没有听懂？有听懂，有听懂，我们呢要脚踏实地，要好好去做起。第一，要尊师要重道。说如果你尊师你不重道，那你也不能成道；你重道不尊师，那你也不能成道。只要我讲的呀。都是亲近的话，我们跟亲亲人跟亲姐妹一样。那么我呢，我不会跟你们客气。说如果客气，第一对不起老师师母，也对不起我们老先人一番苦心，84岁，夸夸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台北，打釜山来到台北，要好几个钟头的车，是怕人家为什么？就是为我们大家的性命着想。说这些人辛辛苦苦打日本这个各国都去，说来在这个地方身体也不好，给你们操心受累。说是讲了以后，是老先生刚才也讲了，讲了以后是你们想这些人他上哪里去去享福，我说你应该坐在屋里头享受了，他说我还不能享福，我还是要出去
本陀办葬去，说他已经60多岁，他还要去本陀。那你们呢？那你们还年轻得很呢，那你们也要本陀啊，要去闯荡。你闯出荡来，就是你们将来以后的盛宴。那你们大家有没有听懂？有。你们要不要去闯盛宴啊？对呀、啊。创出盛宴来是你们自己。老前人讲了，说开创守成，你不开不创，你怎么守成呢？你有什么守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样子？是。大家有人听懂吗？有。要不要去做去啊？要。要行我们的真功实善，将来以后龙华大会，让我们去请我们大家呀去赴宴的。大家要知道，到那时候希望啊，回到让我们那个地方，希望一个人也不少，统统的到让我们那里去赴宴。老前人领着我们，好，后头领我们一大溜，这不是我们老前人的威风吗？这不是陈前人的苦心换的吗？大家了解不了解？了解。好了，那么我呢，时间宝贵，大家的时间呢非常宝贵。我也不敢给你们呢，这些个事情你们都知道，也不要给你们呢多说话，多说你们都知道了。就是说，第一，我还要这个念三字，就是说要尊师，要重道，是两全其美。你讲了以后啊，你的后学跟着你，你怎么做，你后学跟着你怎么做。说你不尊师，你不重道，那你讲了以后啊，你的后学也不会尊师。也不会总造，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对不对？对，是这个样子。是啊，说希望你们大家要记住这两句话。那今天呢，我给你们讲这几句话就好了。希望你们大家开荒办葬，格隆坡去开荒去，大家看好不好？好。